嗨，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要上华文课，来，我们拿出来华文作业书，然后打开24页。打开了吗？那这里呢，有图片和它的影子和字，我们要连起来哦。首先呢，我们先看这里，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桌子。那我们要找它的影子呢？是这个吗？不是。是这个吗？是。那我们要连起来哦。 OK， 那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书。那它的影子在哪里呢？是这个吗？不是。是这个吗？是。那我们连起来哦。最后一个，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刀。那刀的影子在哪里呢？对，就是在上面。那我们连起来哦。 OK， 现在呢，我们要连起来它的字。首先呢，跟着老师一起读哦。桌，桌，书，书，刀，刀。那现在呢，我们看哦，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刀。那我们连起来哦，刀。这个呢，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桌子。那桌，我们连起来哦，桌。OK， 接下来呢，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书啊。那我们连起来哦，书。OK， 现在呢，我们看下面的部分哦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要写桌的字哦，来跟着老师一起写哦。竖横，竖横折，横横横，竖撇，捺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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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接下来呢，小朋友们在家自己写哦。小朋友们再见。